对不起，请让一下。猎手大姐，长得真亮啊！啊！你干什么你？哥们儿走南闯北好多年了，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列车员。陪我们哥俩喝两杯去吧。请让一下。你们列车员不就是为旅客服务的吗？我们就想让你陪我们喝两杯酒。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哎，耍流氓！你干什么？你是干什么的？啊，他又不是你老婆，你管闲事啊？告诉你干什么啊？是不关我的事儿，但是我今天管定了，你给我滚！哎，你等着，别让我看到你，我们不会放过你的。没完啊！你等着。谢谢你啊。没事吧？没事。那就好。有这样一个男人活着真好。啊，大哥，请问大哥贵姓啊？哦，我姓吴，口天吴，单名一个伟，伟大的伟。啊，我叫沈音。那一定是绿草如茵的茵了。刚才真是谢谢你了，不然的话……哎，别提了，再提我就不好意思了。吴大哥真是爽快人，那我就不提了。沈茵，吴大哥、啊，我打听到你今天出车，所以特意来看看你。啊，谢谢吴大哥、哎。漂亮的女子就要有鲜花为伴，啊，所以。哦，吴大哥，我不能要。哎，那你不想把我当朋友了？这倒不是，只是……哎呀，那就拿着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啊，我们已经是朋友了。啊，从没有人送我花，接到他的花，我很喜欢。我好像有一种冲动，一种被幸福包围的感觉。来来来。我祝你越来越漂亮。我不行了。我不行了。